共打了76万7160剂，那发生的这个疫苗接种后不良事件1059件，其中属于严重的不良事件是有112件，那另外剩下947件是属于非严重不良事件。那另外Moderna 部分总共打了15140剂，那有发生了2件疫苗接种后不良事件，其中1件是属于疑似严重的不良事件，另外1件是非严重的不良事件。好，以上。在今天新增确诊的有250例，新增的有26例的死亡，而6月15号开始要来施打疫苗了，只是各县市分配的数量不同，可能年龄也有稍稍修正。更多的讯息稍后回来。